耶耶！刚才欣赏了三首歌曲，大家开心吗？开心。那接下来我又到了我们说 MC 的环节了。然后大家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。那么今天这个八人 MC 呢，我们说一下，就是谈论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今天这个七人的 MC 呢，我们来谈论一下，就是自己的短板，就是哪个地方？对，今天就是张韵文这个短板，就是特别为你设置的。你也是啊？我不是啊，我比你高一点，我是倒数第二短板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先说一下你的短板吧。我的短板，我不敢打外卖电话。严明君也是打外卖电话是吗？对，不好意思打。我接外卖电话会生气，就会经常会生气。对，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凌晨2点的时候点外卖。哦，没有，不是的。啊，不不不，不不不，是下午两点的时候。对，下午两点的时候点外卖。然后他就一直不给我们送那个外卖。对。就对，拖到大家都要睡午觉了，他还不给我们送。对吧，就是经过了3个小时，其实我们点的很少，杨老板只点了一瓶汽水，然后我只点了，就是点了50块钱的烧烤而已，就是一点口粮。对对对，然后他就拖了3个小时还没送。对啊，是特别过分。然后我们都睡午觉都睡着了，他才送过来那个那叫什么午餐。对，不是宵夜。对，然后呢，那么那边的，好，我知道杨老板的短板是什么了。是什么？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啊。长肉。一到冬天就会抑制不住吃东西，然后储存脂肪来过冬，就是这样。难道你不会吗？我一直都吃很多，所以没有什么感觉。为什么你吃这么多还这么瘦呢？真的吗？这是你的短板。对，那边的小伙伴菌菇，你的短板除了打外卖电话以外，我觉得就没了吧，毕竟我这么帅又这么有男子。我觉得吧，你的短板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嘴。啊，有吗？有，你今天在车上说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说，说出来。就今天就是有两个前辈和我们一起坐车过来，然后然后前辈就在车上，他先在车上了，然后我看到前辈在车上，我就在群里发消息，我说前辈在车上，大家上车的时候记得跟前辈打招呼。然后菌菇在车上大喊了一声：“什么？竟然有前辈在车上？”然后当时谁说了？严明君情商高，简直了，简直是瞎了眼了。因为之前在和林子说一些别的话题，然后不知道前辈在，然后你还把那条消息念出来了，特别尴尬。对不起，严明君就是那种没有前辈在，他就是大王的那种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，那大头呢？我的话短板就是英文啊。你能背26个英语字母，你背得出来吗？我可能记得住开头那几个，记不住后面那几个。不，你可以让陈琳唱一首英文歌，来你唱一下。唱一首英文歌，陈琳。就他前阵子唱了一首，学了一首英文歌，唱得可溜了。来，就他当时特别努力要唱那首歌，然后他学了很久。哇哇！期待，快一展歌喉。Let it go, let it go。然后呢？继续。Can I hold it back? Let it go, let it go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我记不起来了，我就记得这句话。哦，想想啊。Let it go, let it go, can't hold it back anymore. Let it go, let it go。哇。反正他唱来唱去也就这一句了，冰雪特效。不觉得林子唱这首跟天一的头发很配吗？应该这样，真的耶，应该唱。今天天一见面过来先。
特别像艾莎女王。来一首吧。我来什么？就是 Let It Go。那个他刚才已经唱了。那好吧，那你的短板是什么呢？我的短板是小动物，就像张玉文，他养了一只仓鼠，然后每次我都会到他房间里面去玩那个仓鼠，然后你说一下，我不好意思说。就是他平时会欺负我儿子。就是会给他吃头发，然后给他吃袜子吗？就是对张玉文，谢谢你会把他的袜子脱下来扔到张玉文会给那只仓鼠，就是在那只仓鼠那块，哎算了不说了。然后每次张玉文就拿把那个仓鼠拿出来就说，哎你看给你玩，然后我每次就不要，然后他就缩了走开。但其实张永文他自己也不敢摸。那只仓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记得你上次来我们小区说过。不是新的，它叫什么波来着？不是，它叫小瓜。小瓜。嗯。我忘了它的名字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的那么好了，继续。所以蚊子的短板是什么？蚊子的短板，我觉得是也是，我觉得蚊子的短板是智商不太高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又对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也是和前辈发生的。哦，对对对。对就今天、你说对，就今天嘛，蚊子不是坐在那个我们不是友善那个门嘛，然后小资前辈在门外让他帮他开门，但是他不知道，他以为是九九，然后他就说什么来着、请叫我什么请叫我大王，叫我大王我就帮你开门。然后小资前辈就在待会小资前辈进来以后说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还叫你大王，我才是山中之王。对，我才是山中之王。我见到猴王都吓尿了，好吗？所以我离蚊子就是，不仅身高不高，智商也不太高，心疼。那丹三，你有什么短板吗？我觉得我就是很任性，然后太，就是有时候太。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种，没关系，这种任性。然后这个时候想扭个脖子，那我陪你一起任性了。那九九呢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好了的。对啊，那你说吧。有请接下来的小伙伴。耶！